想今日最好的就是在 Q&A 個部分，因為很多很有質素的問題，panel judge 的時候都問了很多關於我們的產品啊，點樣去個產品可以幫到個市場啊，點樣可以幫到我們的客户啦。咁我覺得嗰一 part 我哋係答得比較好啲嘅，因為我哋可以正正就舉出一啲例子啦，令到啲 judge panel 或者其他 audience 都明白技術科技點樣去應用到喺實際嘅生活啦，實際嘅唔同嘅行業啦。咁呢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同埋最有用嘅。今日最滿意嘅自己嘅地方咧，就應該係我用比較簡單嘅方式咧，就將我哋嗰個技術啊、概念啊，同埋將來嘅發展咧，去介紹俾評判知。咁過程當中都係我相信流暢啦、自信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就我係滿意嘅。主要就可以為大家介紹我哋PolyU感到好高興啦，咁容許我再次多謝理大邀請我哋。